Hello， 大家好，我是 Carol 的 Pan。 那么呢，这个游戏呢是 Pokemon Black 2 and White 2的 Black 2。 那么这个 Black 2 and White 2， 我找到了这个是汉化，我找到一个汉化版本的，所以我就下载来，因为这样子的话可以帮助我更加容易的了解剧情。因为老实说，我的中文啊，我的英文可能真的是某种程度上，我的英文真的是可能会看不懂，所以我就下载汉化来玩了。OK， 好了，那么现在这个是 NDS 的 Pokemon Black 2。那么 Black 2呢，它是 NDS 的最后一个 ，NDS 的最后一个怎么说 ？NDS 上最后一款，最后 NDS 上面。OK， 抱歉 ，NDS 上最后一款的 Pokemon 游戏，然后这真的是非常令人期待。可是老实说，我真的他妈的超级讨厌口袋妖怪，我很讨厌口袋妖怪这四个字。你说宠物小精灵我会很高兴，可是你说口袋妖怪的话，我很想打你。Pokemon 怎么可能会叫口袋妖怪？因为它是 Pokemon 吗？我真的很讨厌口袋妖怪，说真的，你叫宠物小精灵就好了。好了。Press the button. OK， 开始了。汉化版本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哇，好帅！从最初开始，不可思议的礼物。从最初开始。在游戏中使用的文字是用简体还是用繁体表示？哇，你还有问我了？哇，你还要问我？其实我都可以的。因为我毕竟生长在马来西亚，也不能这么说了。我们到底要用什么？用哎呀，简体跟繁体真的是让人很纠结。算了，反正马来西亚老师就只教简体，所以我们就用简体。台湾人太对不起了，因为没办法了。嗨，欢迎来到口袋妖怪的世界。我的名字叫做紫山 ，OK， 大家都称呼我为精灵博士。请问这只叫什么 ？Pokemon Black 2 and White 2的 Region， 我忘了叫什么 Region 了，谁哦？啊，我真的忘了。没错，这个世界有不可思议的生物存在，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的能力和的能力的精灵，其外形和生息都。各色各样，我们人类和精灵相亲相爱，共同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慰藉彼此的心灵，互相帮助完成艰难的任务。而最常见的就是精灵对战了，通过对战可以增进彼此的了解，加深彼此的关系。我的研究对象就是精灵。自我介绍就到此为止了。那么能说下你的情况吗？你是男孩还是女孩？你眼盲吗？为什么你是眼盲的？男孩吗？不是啦，哈哈哈，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请问你的名字是？我的名字是，名字又是纠结的时候，我不知道要放邮件还是放 Carol。我们 Pokemon Diamond 的时候是放邮件，所以这次当然也是要邮件啦。请问要怎样换 ？OK 了，邮件。哎，为什么我的 Y 被吃掉了？J 好麻烦啊，你可以用正常的 keyboard 吗？可以不要 A 到 Z 这样子顺着来排吗？喂，为什么才六个字吧？五个字吧？喂，你搞笑，你给我打五个字罢了。我有谁的名字只有五个字？你啊不，罗马音是什么？哇，你搞笑你的！哎，原来有正常的键盘了哦，太棒了！哇，这些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多选择？可是它只有五个字啊，怎么办？五个字的话没有办法了，我们放 Carol 了。Carol。Carol 是吗？不对啦，Carol 是吗？是个不错的名字呢，谢谢。
接下来的是你认识的那位，我不认识你啦，就是附近的小哥啦。把他的名字也告诉我吧，我他妈的我几次说我认识你了，你为什么要跟我装熟？劲敌，为什么还是我劲敌？ Pokemon Diamond， 我的劲敌是 Raymond。现在我不想再放 Raymond 了，我可以放其他人的名吗？我们给我想想，给我想一下，我现在最讨厌谁，好不好？我现在最讨厌的人是，我最讨厌啊。OK， 我也不知道我讨厌谁。现在没有人，没有讨厌的人，只有喜欢的人，怎么办？喜欢的人是女的，怎么办？不能了，我们放 Pain， Carol 的 Pain 的 Pain， 感觉上就好像是在自残要怎么说？自己杀自己吧。Pain， 自相残杀，确定叫 Pain 是吗？是的 ，Carol， 从今以后就拜托你了，我要送给你最宝贵的精灵。这么快啊？这么快？一旦选择了旅途中的拍档，也就是精灵，属于你的故事就是正式拉开序幕了。在旅途中，你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精灵，以及抱有各种各样想法的人们。希望你能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找到属于你的宝贵的东西。没错，在人与精灵的接触中，让自己不断成长，才是这次的冒险真正的目的。开始吧，向精灵的世界出发。秋 ，autumn。哇、wow, 哦 ，Grand Freak！ 天哪，我起鸡皮疙瘩了。Pokemon Black 2是我第一次玩，我之前没有玩过 Black 2，因为我的 NDS 支持不了。现在在 Desmumi 上面玩真的是太棒了，太漂亮了，它画面比 Diamond 好太多了。跟 Diamond 相比的话，虽然也没有 X and Y， 还有那个 Omega Ruby Alpha Sapphire 那么的强，可是也是蛮令人感到开心的。不要告诉我又在床上，哇，幸好我以为我又在床上。Pokemon Diamond 每款 Pokemon 游戏几乎我都是在床上醒来的。什么事情？喂，怎么了紫珊？你都好久没有打电话给我了啊。你是这位是紫珊吗？哈，精灵图鉴要给我的孩子。哦他妈的，这是我妈妈。很好啊，我也很喜欢让孩子能出发旅行。老布，什么？他已经到这里来了。Oh my god， 你还是老样子啊！一旦决定了，就马上行动。嗯，贝尔是吧？一顶大大的帽子，绿帽子。贝尔是谁？不要告诉我是我爸爸吗？哈哈哈，没事。Oh no， 我觉得我又会在床上。Carol， 我回来啦！我在干嘛？我在房间里干嘛？我在房间站在这里干嘛？崭新的床啊！你不要带硬币可以吗 ？Carol 检查了电脑，探险心得一，打开 X， 按 X 键可以打开菜单。然后可以保存记录。哦，可以保存记录。啊，又是不能跑，他妈的！为什么你们 Pokemon 游戏为什么在 Pokemon 的游戏里面跑步一定要跑步鞋呢？你知道紫珊博士吗？精灵研究的很有名，是妈妈的一个老朋友。刚才他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开门见山问了 Carol， 你想要自己的精灵吗？我不要，千万不要给我！哎，我有点吃惊啊！我再问一遍，你想自己的精灵？你想要自己的精灵吗？我说了，我不要。哎，我有点吃惊啊！我再问一遍，你想要自己的精灵吗？我都说了，我不要。我的天哪！啊，我的天哪！我发现我妈妈是一个很呆逼的女人。我的天哪！为什么我会有这种妈妈？我真的不要，你可以不要挡着我吗？你可以不要进进出出吗？啊，我要了。好，第一步完成。那么你知道精灵图鉴吗？我不知道，是吗？那是能自动记录遇到过的精灵的超棒图鉴。
还有问题，你可以点吗？你想要精灵图鉴吗？我不要你，我这。那么想问的是更积极的意见，有精灵图鉴就能去全世界冒险。考虑到这个意义，再仔细想一下，你想要精灵图鉴吗？我还是不想要，怎么办？我连精灵我都不想要。我的天哪，我的妈妈是一条鱼吗？我感觉到我的妈妈是一条鱼，因为鱼只有六秒的记忆，怎么办？好，第二步完成。Kira， 你要做的事已经决定了，有一个叫贝尔的女孩子要来见你。贝尔，我的老婆，她是紫山博士的助手，戴着一顶大帽子。对了，你去找找那个叫贝尔的姑娘吧。去哪里的精灵还有精灵图鉴 ？Oh my god！ 你知道怎么打开背包吧？我不知道，你没有教过我。为即将在成为训练师的你，我将写在探险心得上的这句话送给你。对训练来说最重要，对训练师来说最重要的就是 X 键。他妈的，这个真的是会笑死人。好了，快去找贝尔吧。那女孩的名字叫贝尔，戴着一顶大帽子。第一次来这里可能会迷路，你快去找她吧。摩天轮模型，妈妈买的。妈妈以前拿到的精灵火红不倒翁的人偶。写真集，整齐的排列着精灵的书和写真集。Oh my god， 我有这样的癖好。有一台 V， 手柄像遥控器。选择哪个频道？综艺。主持人，顽皮的培养员。这个节目是让热血培养员布尔去调解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精灵们的忠实节目。不管你在说什么，吵死人了！我不要看电视了，给我安静好吗 ？No， 我不要看了，好辛苦啊，看一个电视。拜拜，妈妈，拜拜。等等，我妈妈说什么？我忘了。我忘了我妈妈说什么了。科学的力量真是惊人，现在还可以用通信和100个人同时游戏啊，很好。100个人同时游戏啊，你他妈的，你是不是有点恐怖？我的 list of legend 只有十个人罢了，你想怎样 ？OK 咯，今天 Pan 又向你炫耀精灵了吗？你要有精灵的话，也能去镇外了。小屁孩，你想和精灵发展成什么样的关系呢？老公老婆可以吗？我只要精灵在我身边就满足了。啊，我的天哪，我们的 Kiro 走路好慢啊，你可以走快一点吗？ Kiro， 谁啊？哦 ，Pan 你好。Pan 哟，你得到了精灵了吗？这附近都没有精灵训练师，我很无聊啊。哎，有一个叫贝尔的人要给你精灵，真的假的 ？Pan 的妹妹 Kiro 得到了精灵之后，一定要好好对待她。她妹为什么她会有妹妹？好，去哪里的精灵吧？我有个目标，所以除了精灵搭档之外，我还需要可靠的人帮忙啊。没错，那就是你了。看来你很有天分的样子，你去死了！我为什么要帮你？你先回去吧。是哥哥，再见了 ，Kiro。Pan， 好，去找那个叫贝尔的人吧。走吧。你可以不要跟着我吗？你让我好想吐啊！我忘了贝尔在哪里，怎么办？你要和精灵在一起的话，就能和 Pan 比试一下了。我们有一天也会和精灵一同去冒险啦。电子突然间跑进来人家的家，真的是不是好的行为。Kira， 你找到贝尔了吗？希望你能尽快找到精灵啊。
哇老爷，为什么人，为什么全部人的家都有两层楼，只有我的家只有一层楼罢了？为什么我家这么可怜？贝尔，你在哪里？OK， 道馆，这是什么？这是 Pokemon Center 吗？派，等一下，我刚才就在精灵中心，没见过什么贝尔。哦，所以这个是 Pokemon Center。哎，精灵学校才刚刚建好，在老师或者是道馆首领来之前，谁都不进去。哎呀，我想快点进训练学校啊！哇，我想知道更多关于精灵的事情。哎，请问贝尔在哪里？我找了整个镇都没有找到他，怎么办？前方，这怎么念？窥散观景台，眼前是一休的光景。不过。居然能得到精灵，你还真是走运了、啊！你可以屌吗？哦，原来如此。说起窥山寺，就是高台啦。贝尔肯定在高台上看风景。好，去拿精灵吧。哪尼？哦，你是贝尔啊？哇，为什么他的？哇，他的视角还会换的嘞？哇，太帅了！哇，哈哈哈 ！Oh my god！会换视角的，真是绝景啊！你也是这么觉得的吧？啊！我是贝尔，是精灵博士紫山博士的助手。我在找一个人，你认识 Carol 吗？我不认识，他是谁啊？啊！你就是 Carol 君啊！可以不要叫我 Carol 君吗？哇，和听说的一样啊，英俊潇洒，高大威猛。初次见面，见到你真是太好了。那么我问问你，你想帮忙完成精灵图鉴吗？我不想啊，怎么办？为什么啊？刚才是我的失误。再问你一次，你愿意帮忙完成精灵图鉴吗？请问你是我妈妈生的吗？为什么你跟我妈妈一模一样？谢谢，多亏了你，紫山博士的研究可以进行了。而且填充图鉴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哪里？他说了什么？你不是在给我 Pokemon 的吗？那么噔噔噔，这里就有将成为你搭档的精灵。哇，这么快！哇，你好丑啊你！选择精灵吧。哦，又是来选择的时候。腾腾蛇，暖暖猪，水水赖，我的天啊！这就是为什么我讨厌中文版的原因。他们的名字真的是呆逼到没有的再呆逼了。我真的是很讨厌这种名字啊、哦！腾腾蛇，暖暖猪，水水赖，他妈的是什么鬼名来的？哦，Oh my god！ 那么一定要选择一只吗？肯定要选择一只的。要选哪一只？我决定我们要选的是 Sneewy， 要吗？因为感觉像只有 Sneewy 是最好用的， Sneewy 是最帅最有型，这只看上去也不错，可是就是有点长大过后就是有点蠢。这个看上去太可爱了，不想选它。这个太酷了， Sneewy 太酷了，腾腾蛇太酷了， So cool， 所以当然是你了。是的，贝尔得到了腾腾蛇，哇，腾腾蛇很适合你啊！对了，要给你选择的精灵起名字吗？是的。哇，我不要起这种日本字可以吗？只有五个格罢了。Wonny， 有点像女生怎么办？
可以叫这个吗 ？TF， 随便都能打出来的 TF， 感觉上很帅的样子。TF， 我们的 Sneevy，TF 用这个名字吗？是的 ，TF 很好听的名字啊。你干嘛你？精灵之后就是这个精灵图鉴。Oh yeah， Pokédex， 精灵图鉴。精灵图鉴呢，是为自动记录你所遇过的精灵的神秘机器啊、高科技道具。拿着精灵图鉴出发冒险吧，去找找伊修地区所有的精灵。这就是哦，所以这个 region 就是叫伊修了。嗯，原来如此，这就是紫山博士的请求。哎，你不过紫山博士可真是的，一般来说给一个 OK 的回复就能出发了啊。所以我现在要去找，我现在要干嘛？我有 Sneevy 了。哦，喂，你要我等到什么时候啊？啊，你，这家伙就是你的拍档啊 ！Oh my god， 我觉得我们的拍要来跟我们对战了，我们的拍应该要跟我们对战了。好了，那么各位，今天暂时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次再继续更多的 Pokemon Black 2 and White 2， 神奇宝贝。神奇宝贝，黑二 ，OK。那么各位，我们下次再见，大家再见，拜拜。